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到今日已经拍一年了，法国巴黎铁塔将将点拿黄色的灯光，请往乌克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米，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国际大代志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满一年了，乌克兰的首都几乎是为牺牲的官兵举办哀悼仪式。这无论是乌克兰人，也是全世界上想要知影，就是这战争到底当时结束。有专家就认为讲，这个春天是这场战争甘会升级的关键，而且中国会影响规个局势。不过联合国的大会将阿多成通过决议，要求俄罗斯阿退军。不过中国虽然不是其中一张赞成票，因是弃权无表态，和这场战争是充满变数。演奏乌克兰国歌，为圣米加勒金顶修道院传来静声，破破半暝宁静。暗过这一暗，乌克兰所有人心情是平静的。俄乌战争一周年，西部大城利维夫用庄严的仪式哀悼牺牲的军人，民众面对无停战现象的未来，心内是真不安。Ну, насправді, рік тому було набагато мені страшніше. Я не знала ще тоді, що нас чекає насправді. Було, ну, не по собі зараз. Нен Хакоу Дай Хуй Ді Са Сі 141 票贊成，阿杜成通過一項草案，佢要求俄羅斯馬上撤軍。大部分國家認定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不過11有6個國家對俄國投反對票。包含中国和印度在内32是直接弃权，这是中国第四次回避相关的议题。当务之急是推动尽快实现停火止战，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平。不过战争无法度突破，专家分析，战事是不是升级的关键时间点，就在这春天，中国所采取的动作会影响大局。Russia is putting in a lot of men that it has recently mobilized.And Ukraine is waiting and reliant on supplies from the West,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ies in Europe. It's possible that China looks at the broader picture of it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ith the West and considers the potential for sanctions or other kinds of punitive actions from the West were it to send lethal aid to Russia.战争会阁拍一年，讲法未少。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阁大动作宣布要提升核武能力，到底俄乌战争什么时阵会停战，依然无法度预测。公司新闻杨冠平报。当年的2月23是俄罗斯纪念红军拍倒沙皇的纪念日，今年伊嘛同款有大规模庆祝。也那是乌克兰，是有真侪逃出国的乌克兰人，伫咧世界各地摕大只甲国旗游行，抗议这俄罗斯的恶行。其他欧美的国家，亲像是巴黎铁塔、欧盟大楼，拢有点到乌克兰的国旗，同款色彩的拿黄色的灯光，向往乌克兰。法国巴黎有名景点埃菲尔铁塔，拍出代表乌克兰国旗的拿黄色。同一时间，在比利时的波罗塞尼，欧盟总部大楼也以相款的方式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还有一般民众以及入住各国的乌克兰难民和移民，是以职工也是拿着乌克兰国旗游行，来抗议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It's a difficult day for all of us, for all Ukrainian people, and definitely I want to feel support in the community, and I want to show that we are here and we are not silent.台西洋另外一边的美国小民众集合在俄罗斯驻纽约领事馆头前，提着乌克兰国旗向俄方来叫阵。2月23除了是俄军出兵一周年正式，也是俄罗斯重要的祖国保卫节日。这节日的由来是纪念十月革命推翻沙皇了后的内战的期间，支持列宁的红军在1918年2月发起大规模的动员。一开始，这节日被称作红军日。1949年改称加做苏联军人节。2020年由普京下令改做祖国保卫节日。欧洲时间23暗时，也就是西欧各国拍出拿黄色的灯光的同时，包含塞万波加莫斯科这城市，拢放烟火来表示庆祝。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伫暗会，除了表扬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有功的人员，也伫致辞中批评欧美国家，想要来破坏东西方局势平衡。Используя Украину, коллективный Запад стремится расчленить Россию, лишить е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Эти попытки обречены на провал. 另外，其他前苏联成员国也相关的节日，不过有的一届，有的三届，名称也不相款。
另外，乌克兰就进行否定五月七号胜利的相款，认为祖国不为家里跟乌克兰无关系。你受前总统普罗申科在2014年下令，以当建构的圣彼得玛利亚主保日的10月14日，正式乌克兰不为家里。恭喜新闻，起家林编译。俄西亚跟乌克兰的战争是改变世界最最现象。一个不爱跟人革命的国家，亲像是芬兰跟瑞典，拢争取要加入北约。英国的中立国瑞士也宣布制裁俄罗斯，其实挺乌克兰也是为了保护因家己，要守住欧洲的最后一条风线。这款侪侪国家加规定的现象，和世界的定也是愈分愈明。欧美五望孤立俄罗斯来结束这场战争，不过这效果算是无介明显，颠倒甲俄罗斯、中国、北韩这款国家的关系愈熟愈歪。除了政治方面，这场战争也让大众开始考虑这资源买卖问题。澳洲因为是长期挖去俄西亚天然气，即阵贴破面啊，电电机是规界惊人。乌克兰的粮食产量大减，嘛造成万项物件拢堆得起，全世界拢加入经济危机。也那是上尾一项，就是相信世界会和平的观念。这第二届世界大战离即马已经要80年啊，虽然有真侪所在伫内战争取独立，不过澳洲各界相处是较无迄款爱动刀动枪的。总统已经关系和平的生活。这场战争是引起世界关注，这大国打小国，并不是历史课本才有的代志。接下来，咱来看这一年当中受到战乱之苦的当事人，因生活改变。有国际媒体去采访几落个乌克兰人，有本地咧做酋长，选择脱掉西米露，换成军装保卫国家勇士。毛过去看袂起乌克兰语，即马煞因为亲人因为战火死亡，坚持袂阁去讲俄西亚语的查某囡仔。阁有另外一个是点点咧做工课，维持火车运输列车长。咱就带大家来看即个因为战争改变人生的故事。对所有乌克兰人来讲，人生在2022年2月24号一夜之间完全改变。Розбудили мене зранку вибухи і сигнали в моєму телефоні про те, що почалося широкомасштабний наступ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по всій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今年50岁，头毛已经转白，讲话让人感觉真斯文的奥萨丘克，在战争爆发的时阵，伊其实是乌克兰西部或者切尔尼夫市这个州的州长。2022年7月，上长的任期一到期，奥萨丘克随把身躯顶的西装脱落来，换穿军服加入军队。伊即马是乌克兰国家边防局的中校，来到俄罗斯军队攻击上界激烈的巴赫穆特。奥萨丘克讲，伊会留点军队，一直到乌克兰得到胜利为止。Ось тому що я з українською мовою ми завжди принципово говорили російською. Я казала, що це ось ця наративщина тупа, і зараз я розумію, наскільки я була неправа в тому. 今年24岁，住伫乌克兰南部港口大城敖德萨的凯特耶娜，过去坚持干那要讲俄罗斯语，甚至会看袂起遐个讲乌克兰语的人。但是去年3月，伊的阿公因为俄罗斯军队的炮火攻击不幸死亡。自迄一天开始，凯特耶娜甲伊的爸母、伊的男朋友都完全无要去讲俄罗斯语，变作干那讲乌克兰语。唔那安尼，凯特耶娜佫参加甲加亚路的俄罗斯路名，也是雕像拆掉的运动，甚至家己成立一个保护乌克兰语的非营利组织。透过各种方法鼓励民众，尤其是囡仔，爱会晓讲乌克兰语。якщо наші діти не спілкуватимуться українською мовою, то мова загине. 自少年就伫乌克兰铁道公司上班的叶若明科，想起罗西亚攻打乌克兰的第一时间，有几啊千个民众拢拼到车站，想要坐火车去安全的所在避难。В такому стані шоковому。自从战争爆发到今，乌克兰国营的铁道公司唔惊危险，一直继续伫运作，让乌克兰人会当疏散，货物会当送到全国有需要的所在。民众拢讲铁道公司的人是英雄。Як воно, блін, я не вважаю це героїзмом. Ми робили свою, ми дійсно робили просто свою роботу. Ми робили те, що ми вміємо, те, що ми повинні робити. 叶若明科的两个后生，即马还搁伫战场拼生死。伊讲，伊知影战争未明仔载就结束，但是伊还抱着希望。希望所有的乌克兰人都会当早一日平安回来故乡。记者甘妍妍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和首相提名做日本新央行总裁是任浩然，杨洁篪表示，日本的通货膨胀也会稳定，无达到2%的目标，所以会维持目前的货币政策。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对去年开始连续升级升级界，嘛造成经济活动减少、房市跌落的现象。所以南韩的央行是决定，把利息维持在3.5%，暂时未阁升。英国《Times》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呼吁北约赶紧送乌克兰战机。英国阁会条件，若是北约的国家送苏联时期的米格战机给乌克兰，英国就会提供新型的红台战斗机做补偿。刷瑞士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的歌手劳凯利去年因为诈骗跟人口买卖被判30年，另外阁因为性侵囡仔去被判20年。另外，好莱坞的制片哈维·温斯坦因为性侵案被判23年。即阵阁有新案件成立，加判16年。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俄亥俄州月车火车摆尾，造成有毒的化学物漏出去。根据相关单位判断，附近的溪仔已经有43000只动物死亡。中国唔但用军力咧威胁全世界，嘛特地传出讲用软体咧监控，甚至是偷摕别人诶资讯的消息。所以后面的这位会长就宣布说，禁止员工使用抖音、TikTok 影音平台。有按 TikTok 软体的员工3月15日之前就要退掉。 TikTok 的公司就说，对后面这个决定真失望，又说这是一项错误的决策。为了加强后面这位会的网络资讯安全和关切资料的保护，23日宣布禁止职员在官方设备和装置顶端使用抖音。这表示后面职员也不能以个人手机和电脑这些设备来使用抖音，包含通信装置，大家必须要在3月15日之前拔下来。 The measure aims to protect the Commission against cybersecurity threats and actions which may be exploited for cyber attacks against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 of the Commission. 在后面执委会例行的记者会顶端，中国官方媒体记者表示说，抖音并无治安问题。后面这个决定是不是受到美国的影响？首席发言人马莫尔表示说，不是。抖音母公司是中国的二级跳动，北京当局借来掠用户的资讯正受到关心。最近这几个月以来，拄碰到愈来愈多西方的心渣。In the context that we have today, where we see a lot of course activity in cybersecurity.And I don't want to comment on this. 抖音发言人表示，这个决定感觉真失望，认为讲这是因为误解来遭受到误导。强调讲，当日保护逐个月1.25亿用户的资料，并且一直咧强化治安。去年11月，抖音承认中国部分员工掠欧洲用户的个资，不如个否认中国政府伫咧中央控制，也是讲来掠资讯。美国在去年已经禁止联邦政府设备使用抖音。荷兰顶个月嘛，因为治安考量，建议公务人员卖过来使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这款摩洛哥的手指油，因为保养皮肤甲头髪效果拢真好，所以就成做摩洛哥的名产，嘛是因当地真重要的经济收入。若要用传统手工的方式来制手指油，是爱先擘壳，搁甲手指抹好嘴，真够工。一寡会向做福建人加真侪工作机会，不过因为了时间阁较长，少年也无愿意学，这项手工嘅恐惊是慢慢失传。非洲北部嘅国家摩洛哥非常欠雨水，热天嘅温度阁热甲会惊人，坚果树是真少数，会当伫当地这种环境条件之下生存嘅农作物。摩洛哥坚果油以前拢是用来煮食，但是有科学家发现，这种坚果油用来保养皮肤甲头毛效果真好。所以最近这几年愈来愈受到欢迎。根据统计，2012年到2019年之间，摩洛哥坚果油的产量增加3倍，其中有40%外销，替摩洛哥赚1亿美金，差不多代表35亿，是国家非常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因为市场的需求增加，最近家己生产、家己卖摩洛哥坚果油的合作社，都专门请会晓用传统手工方式生产坚果油的女性，提供给因工作机会。除了外销以外，也有很多外国观光客到摩洛哥佚佗的时阵，会顺续买坚果油。参像合作社家己经营的店面，就变作吸引观光客的一个所在。Et de préférence pour eux d'acheter directement à la source, c'est-à-dire à la coopérative des femmes d'extraction d'huile d'argan, pour acheter de la bonne qualité premièrement et pour encourager les femmes de la deuxième côté. 虽然合作社提供工作机会给当地的女性，但是因为用传统手工的方式生产坚果油，非常高工。
为贝壳用石磨啊磨碎，一直到甲油一滴一滴挤出来，拢需要功夫慢慢啊去处理，嘛非常辛苦。合作社内面拢是六十岁以上的妇女伫做这种工课，少年辈的查某囡仔，干那想要负责招呼人客买物件。无人想要学这种传统的手工，所以虽然合作社的创办人强调，用机器生产的油，香味甲手工生产的绝对无同款，但是伫少年女性无愿意传承的情形下，以后用手工生产摩洛哥坚果油的技术，恐惊会慢慢啊失传。记者甘燕燕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米，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